有没有和我一样是手残党却又爱自己卷头发的姐妹？卷发棒我真的是买了一个又一个，这一次终于让我遇见了宝藏，是这个雅克西卷发棒。最近我所有的造型都是靠这根小棒棒。它是有13档温度可以调节的，可以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发质的需求，并且它是30秒快速升温的，而且有优秀的智能温控技术，58秒每次精准检测。平时早上做造型也不用怕耽误时间啊，先把头发分为两层，然后我们一撮一撮的卷，肉眼可见的卷弹性非常好。下面我们开始卷上层，看卷度瞬间到位了，而且卷完我的头发还是很柔顺，没有出现明显分叉现象。主要功劳还是这个顺滑夹片，加热的时候会产生负离子，保护发鳞片，显得头发很有光泽。而且这个陶瓷层表层有摩洛哥精油，可以抚平我们头皮的毛躁。有了雅克西卷发棒，百变造型随你换。